当七七突然迷上画画。那等你妈回来，你俩就完蛋了。我跟你讲啊，叫我干嘛？No。那个，爷爷，你急着画画。你今天不要弄这个呀。啊。妈妈，今天吃什么呀？哎呀，趁着6.18大促，我给你们囤了点小零食和生活用品。从现在开始到6月6日前，可以先三折扣买官方正品小样，还能拿到6.18大额券，低至5折，还可叠加其他满减。这么大一包冰冰虾条只要6.9块。9.9块的一小口海苔和松脆米饼。姐姐这球好怪。七七爱洗手，这个萝卜宝贝花朵泡泡洗手液也只要9.9块。姐姐快听没了。哎呀，我们就吃个味的，到时候好吃的话我们再买劲装。那还求啥买错呀，直接先从小样就行呗。对啊，现在上淘宝搜索6.18零预算就能先省一步。对了，七七刚画的什么呀，给妈妈看一下。还是你好看吗？七七都跟林玉三学坏了。林玉三，我谢谢你。